不知道吕布能不能 MVP 啊，这个坦克边容易爆炸的。哎，为什么黄忠你有心事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不能让我好好玩一把吗？都要睡觉了，在这里搞，你还批我，把我的马还给我，还我马。怎么讲？跟我打，来搞个冰心，恶心死他。灵性小走位，实力抽一口，反手劈一刀。难不难抽？我在想我们出什么血好一点。要喝贴到我脸上来过来。膨胀了，想先做输出了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一刀居然，这果然是个3D 游戏，他把我踩飞了，我感觉我在天上横劈的那一刀居然没劈到，不可思议。你好好过来挨打不行吗？跑，跑个鬼跑，还想顶我，顶不顶？我的貂蝉在哪里呀？这个暴君没了呀，这不吸一口，这不横向劈。完了，关羽去支援了。其实我想给他们一个信号，告诉他们不要打了，关羽去了。我是腿跑断，我是跑不过去。哎哈，原来如此。躲这里，躲这里，灵性小走位，实力一小跳。哎，啊，普通攻击，我吃烤鸭啊！还行，啊，亏了个兵，我们亏了个闪，可以。没办法呀，这个塔打我两下了。暴君也不敢拿，这边开大炮在疯狂轰，我们这边两个射手，等下盘古一个大招，这两个射手一起自闭啊。哟呵，你不是膨胀了吗你？不顶啦，然后呢？你好好挨打，挨打。踩过来，哎，小勾，小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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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横向劈，哎哎，我纵向吸，哎哎，我横向劈，错了没？想抓我？开玩笑，他踩了一脚，我吸了口盾，还有想法？有想法丢大，然后呢顶一手，然后呢我原地起跳，你怕不怕？我横向劈，我纵向吸，呀哈，可以。其实我应该出个护甲的，我出个护甲他就不好打我了，我居然想反杀他，膨胀了。这哥们还行啊，他贴身一技能是躲不掉的呀，贴身回顶一刀还行。没事没事，他们是个中单中魁。但我们有一个优势不胜难，怎么搞？感觉压力还是有的。来，小老弟走位吸，然后呢，好，他们中路没有了，他们被我们压制了，发现了没有？
西皮皮皮皮到隔壁了。来呀，抢这个野怪，抢就是死。西哎，跳不跳？跳不跳？不跳，跳了没结果。横劈，他有想法。我吸了个好盾，然后呢，他也没想法了。哎，我们这边优势很大，简单的普通攻击，简单的吸，简单的劈。他没想到我这个血量又回上来了，好吗？怎么讲？劈我一刀，我吸一口。啊，这边塔还在推。哎，我们这两个射手还是有点东西的呀。主要这个关羽被我，这个关羽如果不停的去支援，我觉得他可以打出 不错的效果。但他一直在现场跟我耗，就没意义了呀。我耗，我肯定是超级能耗的呀。吸，哎，控到了呀，他死了呀。想勾，他还真的勾到了。哎，他勾到，他过去了，盘古啊，你搞错了你。这么起跳，哎，死，吸，闪现劈，好，破军，无敌，完美，这个塔应该有了。好，这边再拿这个红 buff， 我们居然这种奇葩阵容能赢，他们也太逗了吧！这个盘古等于说他没有节奏呀，再去上路推一推，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推塔推塔，别拿这个了。推塔它不香吗？然后呢，过来横劈，然后呢，这不反手过去，我重吸，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别电我，守护者铠甲，别拖别拖，他说的是对的，拖就没有戏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个优势不胜难，好吗？嗯哼，可以，漂亮，吸一口。嗯，等我的无情小冰心，游戏结束了呀。打他，吸，横劈 ，A 跳，死，再劈，再死，再吸，再死，死死死，他高，他高的了，这横劈死，重吸死死。我吃口药，嗯，买个装备，一波了吗？我做 Q， 喷喷他，喷喷喷他 Q， 哎，罚站了，喷他 Q， 吼我走了，上走下走，人没有，点刀。嗯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嗯，嗯哼哼，嗯，啊，还行，八分钟打上高地了，后面就应该顺起来了，好吧？嗯，再搞个电刀，疯狂 A。啊，我没想到我拿六个人头，我跟中路的经济差不多呀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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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把下路带进去。别急别急，这把我们能赢。切后了，没人管西施啊，他要罚站了。没事没事，躲一刀，躲一刀，躲，眩晕，进化，老哥有操作的，他也四杀了，这个小东西。嗯，什么单子关羽？开玩笑，他意思也就是说关羽是代练，那不是意思也就是我也是代练吗？我这么强，然后呢勾我，勾我，都关在里面，好好吸，好好挨打，横劈挨打挨打挨打，哎，他捏我捏我。可以，漂亮，
炸不炸的死？完了，哦，没炸啊，炸死了。又给了个二技能，一技能 A 一下漂亮，又死。哎，这个关羽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啊，可以，哎哎哎哎哎，打那个呀。嗯。不慌，他魔抗不高吧，直接来一把无尽刃，直接爆炸。嗯，关羽没法打呀，怎么没法打了？一炮两炮，漂亮。哎，这个关羽怎么回事？追我没结果，跳横劈，灵性走位吸一个，两个，两个，三个横劈，一个，两个，哎，还有一个吃口药吸一口劈一，买装备，哎，跟我打，拉回来吸一口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，哎，跟我打。嗯，错了没？无法挑战的吕布。嗯嗯嗯嗯，这还是挺嗨的呀，对吧？嗯，手起刀落一直砍，是怎么不香了呢？嗯嗯嗯。吕布，你一般看到对面选什么什么张飞这种护盾多的，搞一手吕布还是挺香的。